导游，你叫什么？我叫魏永胜，我是负责来对带你们来这里。游客们好，我是这里的紧急讲解员，是陈昭佳。现在呢，我要带要介绍给你们这个米乐店。米乐店，那米乐店呢，它比较丰富的是米乐佛。你可以看见这里，就是这个就是弥勒佛。弥勒佛呢，它跟别的佛不同，它的特点就是肚子很大。那它的这个肚子的意思，它就是意为慈爱者，它是释迦牟尼的继承者。然后呢，它的这个肚子呢，能有许多的困难，还有它是孝可俯瞰，它旁边还有个。四大天王以后我们可以看这里首先呢是东方十国天王，他手上拿着一把琴。那么这里呢是南方真坦天王，他手里主要是拿着一把火箭。除了这个我们可以到这边就是西方的广目天王，手藏着一条龙，他的右手呢又拿着一个红色的龙珠。除了之外，我们还看最后一个是北方的多闻天王，右手拿着一个宝扇，红色的，那么他的右手啊握着银杵。这个我们可以。上面是什么？上面的这些都是仙女啊，这两边还有这一边。那这边呢是中间的这个是观音菩萨，旁边的那个是仙女啊。这边呢它的是韦陀殿，韦陀殿主要的供奉的是韦陀菩萨。那韦陀菩萨呢，它背对着弥勒佛，然后正对着这个。大雄宝殿，那这个韦陀菩萨呢，他主要的是想要除魔，护法的作用。然后呢，他那个触手放的位置，就是根据的别的寺庙不同，大型的寺庙，那大型的呢，他就会把触放在肩上，可以。也就是说可以免费游客吃三天。那中型的呢，就是把醋放在这个肩并上，就是可以免费给游客吃一天。那小型的呢就没有免费的了。它的醋呢就放在小地下，就小型的。这两边就有菩提园，然后里面主要供奉的是药师，然后这边是呢法华园，里面只要有塔。好，我讲的就是这些了，谢谢大家。